有一座城市叫水上之城，这座城市不在陆地上，水在他们脚下，房子盖在水上，树长在屋顶上。水上之城的人为了不露失双脚，他们会穿上钢枪。啊，钢枪。这座城市叫做水上之城。Thank you.
千万不要忘记，在水上之城里还有一个穿着最高最高高跷的小孩，他叫做红高高。东西啦！红高高，你们要不要来我家吃饭？喂！哦，红高高又不来练球了。哎，红高高，我的风筝掉到屋顶了，帮我捡一下啦。喂！红高高为什么都不回答我们呢？他太高了啦！红高高到底是因为太高了听不到我们说话，还是根本不想跟我们说话？啊，红高高真是个独来独往的小孩。红高高啊，总是远离城市热闹的声音。哎，像红高高，他一个人不会有朋友吧？哎，有啊，听说啊，是一只小鸟。小鸟？Yeah!
找一个很厉害的耶。谁啊？怎么还没有到？他等一下就来了。Let's go.
高高啦。我想说他脚那么长，一踢就可以进洞了。喂，你是第一天认识他，你笨蛋。哦，洪高高又放我鸽子，我要删他好友。他有加你好友？好像也没有。
董文杰的木头都沉到了水底，希望之塔无法燃烧，没有了灯，没有了笑声，整个水上之城安静下来。希望之塔，到底是谁点燃的希望之塔？
的高高低低，我们之间的距离会变得更遥远或更不一样吗？这一座城市叫做水上之城，城市里的声音都是一种旋律，就像人们有高矮胖瘦，水上之城的高跷也有不一样的颜色跟高度。想要跟大家一起大合照可以吗？我们踩高跷的人比较高一点点，可能要到这个台下才有位置哦，那个摄影师才拍得进去哦。 OK， 好，我们等一下这个踩高跷的人就在他的旁边一起合照可以吗？我们现在的朋友们，大朋友小朋友在等我们两分钟好吗？让我们的这个踩高跷的人可以到台下去。那当然呢，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声声剧场的表演非常好看的话呢，他们在四月也还有多场的这个公演哦，都欢迎大家等一下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索取 DM， 或者是呢直接上网搜寻身体的声、声音的声、声声剧场就可以了。好，大家都就定位了吗？OK 吗？好，看向舞台上的镜头，三、二、一。接下来我们三连拍好不好？三连拍 ，OK。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最嗨最厉害的 pose。再次热烈掌声，谢谢。谢谢声声剧场。那声声剧场呢，今天晚上九点，等一下，今天晚上九点呢还会带来今年在我们台湾灯会未来舞台的最后一场演出哦，所以